钱呢？这里面放钱了？当然了，100万呢。一次在同乡老大哥家的聚餐，引发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后果。就在晚餐快结束的时候，女主人突然告诉我们，她家保险柜里的100万巨款不翼而飞。难道在我们这些客人当中，有谁会是小偷吗？简直莫名其妙啊！我们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大哥，别人我不敢说，你给我作证啊。今天我们是找到了一些，还给你带了一些家乡的土产。我们怎么可能？你要是不说这事儿吧，我还真没想到。我现在觉得你们带那两大箱特产特别可疑。你们俩也不是第一次来我们家了，以前也没带过什么像样的东西啊，这次怎么了？这么热情啊？来就来呗，还带什么东西？来来来，上面来。我专门让人从老家捎来的土产，大哥离家这么多年，肯定想尝尝。谢谢谢谢啊，哎，辛苦了，走。老范客厅，哎，坐下喝口茶啊！哎，好，来休息一下。哎，好好好。坐了多长时间车呀？两个多小时吧。两个多小时，那没多远啊。对对，以后没事常来啊。哎，好，这什么玩意儿啊！请坐。哎，好好。不是，你能不能小声点？听见就听见。好好的房间弄得乱七八糟的，拿走。听你的意思。我俩好心送你，还送出不是来了。好心，别拿我们当傻瓜。你们俩有什么目的？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们俩的那个夫妻店小公司最近有点困难吧？周转不灵。宋礼，你们是想趁这个机会借点钱吧？这一对急需要周转资金的夫妻今天晚上来到这里做客，会不会是另有目的？如果他们无意中发现保险柜里有一笔巨款，又会不会因为一念之差做出不光彩的事？哎，你干嘛呢？我把箱子腾空，赶紧扔出去，别把人家房间弄乱了。我去帮帮他。然后他们借着扔纸箱子的机会把钱带了出去。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是吗？但是不等于不会发生。当某些未被节制的欲望和利益诱惑突然相遇时，谁都不能预料会出现怎样的一幕。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过类似的事情，在那些令人惊讶的情节中隐藏着太多的叹息和警示。案发地古北团风，一起突发案件嫌疑人究竟是几个？
手法老练，配合默契，他们曾有过怎样的合谋？这是位于团峰镇商业区的主干道德胜大道，晚上9点多钟，喧闹了一天的街道渐渐归于平静，街道两边的商铺大多数都打烊了。灯光昏暗的人行道上，刚在朋友那里办完事的丁女士正独自一人步行回家，却不想危险正在向她靠近。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子从后面直接就开始拉他的包，因为他的包当时是那个单肩挎在那个肩膀上一边挎着的，然后一拉的时候他当时反应过来就把那个背带就拉住了。丁女士紧紧地抓住手提包带与男子争夺起来，几次大力的拉扯过后，丁女士摔倒在地。在摔倒地的过程中，嫌疑人对受害人也实施了一些比较过激的行为，导致受害人的身上有挫伤，并且胳膊上都有一些简单的那个原组织受伤。估计这抢了有个几秒钟吧，这个过程就把这个包的带子扯断了，这个嫌疑人就把包抢了。距离案发现场10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家水果超市，店员送走最后一波客人，开始打扫店内的卫生，准备打烊。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了丁女士的哭喊声，异常的声响引起了店员的注意。过了一会儿，有一个年轻男子从他这边急匆匆地跑过来，手里还拿着个包。是因为当时天色比较晚，那个光线不算太好，也看得不是太清楚，就以为是就是夫妻之间的吵架，然后他没太在意，他就直接就进去收拾他东西去了。丁女士随身携带的手提包里，除了常用的3部手机外，还有10几张银行卡和现金4000多元。突然被抢，丁女士无比慌乱。跑回家后，她用丈夫的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侦查员立即赶到现场，兵分多路对案件展开调查。一组人将被害人带回派出所询问情况，同时根据被害人反映的情况组织走访调查、现场勘查。我们技术员在对现场进行勘查的时候就发现了现场有拖拽的痕迹，然后也没有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线索。在离案发现场不远的一家金店门口，侦查员找到了一个球形监控探头。由于这个监控探头是不停旋转的，因此他没能完整地拍摄到案发的过程。监控画面显示，晚上9点59分，丁女士倒在地上，而嫌疑男子正在用力拉扯她的手提包。得手后，嫌疑男子快速逃离了现场。丁女士从地上爬起来，踉踉跄跄地追了出去，嫌疑男子却已经消失在他的视线里。嫌疑人是身着一个红黑相间的外套，大概年龄20岁左右，身高大概1米75左右。脚上穿的是像白色的一个旅游鞋，然后面部是戴了一个蓝色的一次性医用口罩。明显的特征的话，就是说在男性方面的话，他的那个头发属于偏长，就是而且有特别长的刘海。案发现场周边有几家还没打烊的店铺，但因距离中心现场较远，店员们都没能给侦查员提供什么有效的线索。当侦查员走访到水果超市的时候，超市的店员在侦查员的提示下突然想到了那名拿着包从店门口匆忙跑过的蒙面男子，并给侦查员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那名男子往江边跑了。我们对这个视频进行一个追踪，追到了个江堤边的时候，就他那个就两边嘛，一边是通往我们黄州
到黄州的一个国道，然后另一边是通往那个菊水河大桥，过了菊水河大桥就到我们武汉市忻州区。侦查员调取了案发之后江堤两侧进出口的监控视频，经过仔细的筛查，并没有发现嫌疑人的踪迹。挨着江边左右两边是这个陈中村，而且小巷路口非常多，加上这个监控条件不是特别好，我们就追这个嫌疑人就线索就断了。与此同时，一路侦查员正在对丁女士被抢银行卡的消费记录进行查询。银行流水显示，5月7日凌晨3点多，丁女士银行卡里的资金被人转移到她被抢手机所绑定的移动支付软件里，前后4次转款，共转走4万多元钱，并在凌晨4点多通过手机付款的方式消费了50元钱到另外一个人的移动支付软件。那么我们通过秘密走访调查发现，这个人是一个出租车的司机。当然我们也不敢贸然的行动，因为我们也可能会觉得这个出租车司机也有可能是同伙。我们当时就找到了那个出租车司机的那个所属的那个出租车公司，就了解到他开的那个出租车的一个车牌号，因为我们这边的那个出租车车上都安有那个监控，他那个摄像头都是对着乘客的，集中的都保管在他们一个运营中心里边。然后我们民警就赶到那个运营中心，对这台他所驾驶的这台车的当天晚上的一个轨迹，我们进行了一个调查，一个了解。侦查员调取了这辆出租车内的监控视频，发现在5月7日的凌晨3点多，有2名年轻男子上了车，上车地点是在经过团风镇的一条国道边。通过他那个监控里面发现，我们侦查员发现这两个年轻人很不正常。有一个年轻人从荷包里面，他手上拿着一个手机，然后从荷包里面裤兜里面又拿出一部手机，旁边的一个年轻人拿出纸和笔，在那记什么东西。在整个乘车的过程当中，这2名年轻男子一直处在一边商量一边对着一张纸上记录的内容摆弄手机的状态。那旁边的一名年轻男子就告诉他说，这个卡能不能你看一下怎么绑定这个手机的微信。那么我们就觉得，如果是自己的手机自己的卡的话，那应该很容易就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那么为什么需要两个人之间这样进行这样一段的对话呢？更为可疑的是，这2名年轻男子下车时是通过手机软件支付了车费，且时间恰好是凌晨4点多。侦查员大胆地推测，这2名年轻男子用于付款的手机正是丁女士被抢的手机。经过对出租车司机进行银行流水的查询分析，这个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但这两个人我们从监控里面看，跟那个嫌疑人拍到的那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还是不算太像。第一个是最主要的是那个发型，因为我们之前那个嫌疑人的发型，他的刘海很长嘛，但是这两个人很明显的那个没有那么长的头发没有那么长。第二个是那个身材也不算太像。我们嫌疑人应该是一个偏瘦，体型偏瘦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看到那个视频里边的两个年轻人还是不算是那么瘦。从外貌来看，这2名年轻男子中并没有实施抢劫的那名嫌疑人，但他们为何会拿着丁女士的手机和银行卡呢？就在这时，负责查看案发中心现场监控视频的侦查员有了一个重大发现。犯罪嫌疑人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两个人，在案发之前他们有另外还有一个年轻男子和他在一起。从监控里看到另外一名嫌疑人，那个子要矮一点，体型中等，看着很年轻，那估计也是20岁左右。案发中心现场的监控视频显示，5月6日晚上9点54分，嫌疑人和一名男子一起在德胜大道上自西向东从监控探头下走过，
之后仅仅过了几分钟，嫌疑人就对丁女士实施了抢劫。就我们可以确定，就他们两个人，另外一个人对这个抢劫这个案件肯定是知情的，因为前后的时间很短嘛。侦查员决定对案发之前这两名嫌疑人的轨迹进行倒查，在查看了大量的路面监控后，侦查员大致描绘出了他们来时的路线。他是从那个团部中学那里一条路，沿着普济路走到了德胜大道，然后他们在案发现场大约转了大概有五分钟左右。从监控视频上可以看出，晚上7点多钟，两名嫌疑人在街头出现，在之后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们一边到处转悠，一边不停地四处张望，显然是在寻找作案目标。其中实施抢劫的那名嫌疑人始终戴着口罩。当快10点的时候，就这个受害人就过马路过来，当受害人过马路之后，这个口袋蓝色一次性口罩的嫌疑人就开始尾随这名受害人了。另外一名嫌疑人负责在人行道路口停在那里，看着这个抢劫匪行为已经实施之后，另外一个嫌疑人就朝相反的方向跑到那个江边上。经过仔细的比对，侦查员发现尽管衣着特征发生了变化，但出租车上那名操作手机的年轻男子与案发现场负责望风的那名嫌疑人体貌特征高度一致。我们还是把这两个人作为一个重点来继续往下追。我们就对这一台出租车的那个行驶的轨迹，就从我们团风到黄州的轨迹全部就进行了一个全线的一个追踪。通过出租车运营管理中心的管理人员，侦查员很快就联系到了那名出租车司机。根据他的回忆，侦查员在两名嫌疑人下车的地方沿途调取了路面监控。5月7日凌晨4点多，这两名嫌疑人在黄州区商城附近的宵夜一条街下车后，进了一家餐饮店。大约20分钟后，两人出来自西向东步行，最终在十字路口处失去踪迹。那个路口过后之后就是一家网吧，所以我们就算出了那个在监控录像里面看的那个时间点，又到网吧去调取网吧内的那个监控，那个时间点相结合起来，正好又发现这两名男子的踪影，就进到了这家网吧。这两名嫌疑人来到吧台，其中一人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大叠现金，付钱之后进入网吧。而这名男子从下出租车到进入网吧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左手抱胸的姿势。他在坐在那里的时候，他也一直保持着这种姿势，就好像他的外套里面藏着什么东西一样的。当时，我们可能猜测他的那个外套里面藏的可能就是说他被抢的包啊。可能是这个东西。据网吧里的工作人员回忆，这两名嫌疑人是以忘带身份证为由，用网吧的万能卡开了一台电脑，一人上网，一人坐在旁边休息，直到早上6点多，两人才离开网吧。而且他的衣服一直夹在那里没拿出来，一直早晨出来还是那样，我们就有点怀疑。黄州商城那个路口也比较复杂，就是他们上完网到第二天早晨出来以后追了一下，就又追断了。侦查员只能通过网监部门对这两名嫌疑人使用过的电脑展开调查，试图从中找到有用的线索。与此同时，侦查员将侦查方向转回团风镇，继续调查作案后嫌疑人的轨迹。作案得手之后，两名嫌疑人虽然不是一起逃离现场的，但都是在江边失去了踪迹。侦查员分析，他们很可能是进入到了江边的城中村，城中村中居住的大多是本地人，但也有一些外来务工者租住在这里。那么嫌疑人会不会在这里有落脚点呢？侦查员对城中村进行了秘密走访摸排。在这个摸排走访中，在这个村里面有几个经常
聚集在一起的年轻人，这一个这几个是无所事事，第二个就是他们所出来的作息时间是非常不规范不规律的，所以就我们当时有一部分人主要针对这几个人去进行一个筛选和认定。侦查员先是将这些人的照片给丁女士做了一个混合辨认，但是由于丁女士当时受惊过度，且实施抢劫的嫌疑人用口罩遮挡了面部，所以丁女士无法指认出嫌疑人。我们将监控视频中拍到的这两名嫌疑人进行截图，然后对城中村的治保主任让他进行一个大致的一个辨认，从他的穿衣的这个风格，还有发型以及走路的姿态，看治保主任对这两名男子有没有印象。遗憾的是，城中村中与两名嫌疑人体貌特征相似的年轻人要么没有作案的时间，要么没有作案的动机，嫌疑很快就都被一一排除了。就在侦查员一筹莫展之时，网监部门的调查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对这台电脑的历史上网记录进行了查询，发现该台电脑在那个时间段的操作记录为网上赌博和聊 QQ。 那个 QQ 号里面的聊天内容就主要说到的是一些什么网络赌博啊，然后欠了很多钱啊，然后要怎么想办法去搞钱啊之类的一些话题。通过嫌疑人所使用的网络聊天工具，侦查员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汪大海，团丰县人，无固定职业，沉迷于网络赌博且因此欠下外债。侦查员立即将他与监控视频里的嫌疑人进行对比分析，体貌特征以及发型都比较接近，然后我们初步就确认了此人应该就是在作案现场人行道伏击蹲守的一名嫌疑人。与此同时，负责跟踪追查丁女士被盗手机和银行卡的侦查员发现了新的线索。被害人的那个微信的消费记录里面发现，那个转出了那个4万块钱里面有几千块钱在黄州的一个商铺里面。得知这个情况之后，我们侦查员就马上赶到了那个商铺，对当时购买的那个情况做了一个了解。店铺里的监控视频显示，5月7日上午9点多，一名男子进入到店内购买了一些高档香烟，通过手机付款后离开。但是由于店内监控视频模糊不清，侦查员无法看清这名男子的面部特征。那么我们要拿出这个户籍照片给这名店主辨认，他说的就是消费买烟的这名男子与我们这个户籍照片的上面男子就是同一个人，所以我们就能够确定这个汪某某是抢劫案的嫌疑人之一。根据这个店主反映，到他这里来买烟的其实有两名男子，一名男子就在柜台这里用手机刷微信买烟，另外有一名男子坐在出租车上在这个店门口等。那么与汪大海一起的那名男子究竟是谁呢？通过对汪大海社会关系的排查，一个名叫梅天的男子进入侦查员的视线。汪某某他是我们团丰镇的一个居民，但他没有那个在团丰镇没有固定的住所，是租住在一个我们团丰镇的一个姓梅的梅某他的家里边。然后我们在对那个梅某的情况个人情况进行了解，就发现他之前是有过抢劫前科的。经过比对，梅天正是与汪大海一起乘坐出租车到黄州的那名男子。侦查员立即对两人展开秘密调查，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好友，名叫汪岩。他们三个人经常在一起就是聊这个网络赌博，就经常在一起玩网络赌博。听说也听旁边人介绍说也输了不少钱，就完全他们有这个动机去实施这么一起案件。但是这个汪某就在案发之后，我们找到
汪某某和梅某，但是没有汪某的那个踪迹。他的体型就是一米七五左右，体型偏瘦，与我们这个被害人所描述的体型差不多，所以我们就初步将这个汪某列为了这个嫌疑对象。就在侦查员开始尝试着寻找汪岩的行动轨迹的时候，负责追踪汪大海和梅天的侦查员传来消息，梅天入住了黄州区一家旅馆。我们就派侦查员秘密到这个旅馆跟那个老板接触一下，就发现他开的还是一个月，还不是说开一天两天。我们就派人秘密在附近蹲守。就在梅天登记住宿的当天下午，在旅馆附近蹲守的侦查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他们这个标间里面来了第三个人，我们又调取了这个第三个人来入住的这个时间段的这个视频，发现这个第三个入住的人正好和我们另外一组调查的这个汪某是同一个人。通过旅馆的监控视频可以看出，汪岩虽然体态偏瘦，但头发却非常短，这与案发中心现场实施抢劫的那名嫌疑人是明显不相符的。由于实施抢劫的那名嫌疑人一直是戴着口罩的，侦查员无法通过面部特征来判断他到底是不是汪岩。我们针对汪某的一些轨迹和进行了一个调查走访，在汪某居住的梅某的那个地方，从梅某的一个邻居那里得知，当天汪某与汪某某是进出梅某家里面都是同行的。通过这个现象，我们才确定了汪某是非常具有作案时间的。他从视频里面的那个体态特征，然后走路的一个步态、一个形态，跟我们那个案发的那个视频，包括之前他们踩点的那个视频，那个是高度相似的。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确认，就是在宾馆里面入住的那个汪某，他应该就是我们那个抢劫案中间实施抢劫的那个犯罪嫌疑人。为了将三名嫌疑人一网打尽，侦查员决定分组轮流蹲守在旅馆附近，一边摸清三名嫌疑人的作息规律，一边寻找最佳抓捕时机。那么发现这三个人上午都在这个房间里面睡觉，到了下午两点钟之后出门，四五点钟又回到宾馆，晚上又出门一次，直到深夜很晚的时候他们才回到宾馆来睡觉。掌握到这个情况以后，侦查员决定早上行动，趁着三名嫌疑人都在房间熟睡的时候进行抓捕。在抓捕的现场，就那个房间里面，我们进行了一个搜查，然后搜查出那个我们被害人被抢的那个三部手机，还有他们那个作案时使用的那个一次性口罩，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汪某某他当时和那个汪某一起那个寻找作案目标汪某某所穿的那个衣服，在那个我们现场抓捕的现场也搜到了。在这三名嫌疑人中，汪大海的胆子最小，所以梅天并没有让他去实施抢劫。在抢劫之前，这个梅某某就告诉这个汪某和汪某某，选择对象一定要选择这个女性，而且年纪大一点的，最好是一个人在路上走的，没有同伴，而且拿着包看上去有钱的人，这样才下手。作案前，汪岩和汪大海在街上转悠了很久，一边寻找作案的目标，一边等待合适的时机。你们为什么要抢他的包？感觉那个包里面就像有点什么东西一样，那个包很鼓一样。
看他的那个姿势，走路的姿势，就把包护得很紧，就感觉里面可能是有一些财物的，所以说他们当时就对那个我们这个被害人就实施了那个抢劫。王岩说，实施抢劫的时候，他的头脑里一片空白，只知道使劲地拉扯受害人的包。得手后，他先是逃到了监控探头较少的江边，再利用江边城中村的复杂地形为掩护，走回了梅天的家中。而这一切都是梅天事先精心策划过的。跑大概有一二十米吧，就没有跑了，慢慢的走。为什么？要时间跑长了，怕别人注意到了。怕别人注意到是啥意思？怕别人怀疑。三名嫌疑人在梅天的家中一起清点了抢劫所得的财物，现金、手机和银行卡由梅天统一保管，其他赃物由汪岩销毁。梅某是安排汪某在梅某与汪某某离开家之后，采用刀片将包分割成若干块，然后将碎片分开丢在团风的各个地方。由于当天他们汪某和汪某某心里都有一点害怕，所以梅某就决定让汪某在他家里面躲一下避下风头，又让汪某某和他一起坐车前往黄州，想办法把这个钱搞出来。两人打车到了黄州区后，先到一家餐饮店吃了点东西，然后找了家网吧，在里面消磨时间，直到天亮。他衣服鼓鼓里面藏着那个是一把刀，他为什么藏刀呢？他喜欢网上赌博，外面欠了一些赌债，他怕这个追债的人过来找他吃亏，他就拿了一把刀防身。离开网吧后，梅天和汪大海一直在黄州区闲逛，一边找地方销赃，一边等待汪岩前来与他们会合。他们到黄州以后，这个梅某某就直接第一件事情带着这个汪某和汪某某到一个理发店里把头发剪了，因为他们开始两个头发比较长，而且发型又特别，直接都想剪个寸头，这都是为了逃避打击。在梅天的指挥下，汪大海用手机绑定银行卡付款的方式购买了一些高档香烟，再转手低价售出，以此将抢来的银行卡里的钱进行套现。梅某可能知道这个四万多块钱如果转到他们本人的微信上，或者说转到本人的银行卡上，可能会留下一些印记，会让我们公安机关找到他，所以呢，梅某当时就将四万多块钱转到受害人的微信上。梅天本打算先带着汪岩和汪大海一起在黄州区待上一个月，等风头过去了再回团风镇，却不想侦查员这么快就找到了他们。今天晚上我们几个同乡到一位老大哥家聚餐，就在快结束的时候，女主人突然声称保险柜里的100万巨款失窃了，而我们成了被怀疑的对象。是谁偷了这笔钱呢？如果一定要怀疑的话，可别光在我们俩身上打主意。就是来了这么多人，我看谁也不敢说自己清白。什么意思啊？总不至于怀疑我吧？